本分局在14日下午1点40分接获民众报案，指出台南市104之1号道路6.2公里处边坡内有尸体发出尸臭味。经本分局到场调查发现，该路段为急转弯险降坡，初步研判是意外导致，死者骑乘脚踏车不幸连人带车摔入边坡2公尺处，初步排除他杀。由于尸体肿胀无法辨认身份，明15日将报警台南地检署相验，确认身份，调查死因。